乌克兰总统大选结果出炉，亿万富豪波罗申科出人意料，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赢得超过半数的选票，以54%的得票率当选乌克兰总统，无需举行第二轮的投票。波罗申科在胜选后表示，他希望在6月中前同俄罗斯领导人会面，商讨包括乌克兰东部地区要求加入俄罗斯的动荡局势等问题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表示，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同波罗申科对话。